现在吸取我的妖力，利用阵法放出时机。 赤雷，赤闪不是死于绝缘之爪，绝缘之爪隔空撕裂伤口，而赤闪的伤口是被划破的。有人为了利用你对付涂山，故意杀了赤闪，嫁祸给红红。赤雷，切莫被这卑劣人族的几句胡言乱语扰了心神。 天罗地王都会疼痛无比，这家伙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颜如山，不要啊！ 赤闪并非我所杀，你即刻返回混天典狱，我必会替你查清此事。呸！我才不会上你的当！整个六域谁不知道？只有你会绝缘之爪！你不要一错再错，被人利用了。少废话！ 此前，我一直都困于黑暗之中，没有你一次次的来看我，对我说话，陪我撑过那段日子。
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可是，若非东方月初，我也会是你的唯一。月初。 东方洛，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帮你得到涂山红红，我会给予你悠长的寿元，让你们永生永世在一起。即便如此，上次火龙谷之行，大家都劝你不要去，可他偏偏在此时研制出了解药。 这才让你深陷险境，险些被石阶所害啊！火龙谷擒妖，本就是一气盟与妖盟联手要做之事，我本就要去，你为何要牵扯到他？那你如何解释绿剑纹在他身上纹到了尸闪的血迹？那日，我曾和东方洛一起检查尸闪的尸身，许是那时沾染上的。可你身上为何没有？这一切不过是你的猜测。 你为何一直认定他是凶手？你与东方洛相识不久，对他并不了解。但几百年前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那时妖族与人族战火连天，只有他相信人族与妖族会是和平的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害人？ 几百年前他或许是如此，可现在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此盲目，不是因为信任，而是因为你对他的感情，是你被蒙蔽了双眼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未曾怀疑他。但是，够了，你对他的心意我早已知晓，不必再重复。事到如今，要不要提防东方洛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月初小友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你不也这么稳，还逗留于红红房内吗？阿来告诉你的。我涂山朋友众多，想知道你的消息容易得很。红红不喜欢香，她需要时刻保持清醒。你认为你很了解红红吗？ 别忘了，我认识他的时间比你早，几百年来，他每次内心痛苦的时候，就会来此对我倾诉。我知道他每一次恐惧、害怕、忧愁。那又如何呢？知道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吗？因为向前看，比过去重要。红红的选择，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。那是因为他还未看清楚你真正的样子。 你什么意思？就算你掩饰的再好，也终有一时会暴露。既然做不成朋友，那也无需强求。研读医书需要安静，若日后无事，不必再来。东方洛，红红是出于对你的愧疚，才会无条件的信任你，希望你迷途知返。 不要让他失望。既然怀疑，总要拿出些证据。证据，我会给你的。